天来了三箱球篮，我现在要来猜第一箱。来猜第二箱，我又跟他们买了，对。重重的变，但是好像没有挖的，好吧。我拥有超大足球篮了，
而且它站不稳。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了，它整个掉出来，然后它上面超杂乱，不知道怎么办。而且我超怕有毛毛虫，超大的吧？晚点再把它换另一个盆子。418，它那边都有很多开花株可以选。